被对方虐的意思吗？等等，对对，居然刚刚没有调好模式，刚刚队伍没有选开啊，哦，对啊，没有调好啦 ，QQ， 那我们是要打蓝色，我们要打红色，哎，蓝色，蓝色，我们是红色，可是那个蓝色好难打，我觉得我刚刚指他都没血条哎。就都没打到吧？还是要血条隐藏？没有血条啊，没有血条啊，没有血条啊。好，恼火啦，熊猫团团，我在修啦。他是不是会专门瞄准该爆的地方啊？有可能、啊。他们会，他们应该是有瞄准哦，他们应该是有瞄准。所以要打什么引擎的地方吗？打引擎啊，或打爆台之类的。他有部位破坏这个东西吗？有啊，就是跟我们一样，我们有东西地方会破坏在这里。啊！我们要爆，要爆，要爆！哇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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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塞！电脑好强哦，超强的。这是电脑吗？我觉得打 PVP 应该是其他玩家吧。可是他的名字都很电脑啊。他们没有啊，那个就是船的名字啊。他们可能跟我们一样都是用预设的、啊，没有改啊。哎、欸，我们没有改船名而已啊。啊，我们那个我们气球坏了 ，NPC 啊。直接弄爆，对啊，我应该开成二 v 二了。你说逼到其他玩家了？对，逼到其他玩家。哦，好了，会玩就好了。对啊，他们怎么那么会啊？他们应该也在想说，怎么会遇到一个这么菜的？菜鸡要撞啦！好会啊、喔！他们看不懂吗？等一下，他们看得懂吗？哎、欸，复活啦！什么？他说你们好。复活了 ，Captain to Deep。真棒！怎么看聊天啊？啊，左下角啊，左下角。打不到，打不到，打不到。欸、我们，哎、欸，我们那个气球一直爆、欸，哎、欸，在打我们啦、啊。他好像一直在打气球。对啊，这个炮台有问题啊！一下炮台就跳船了啦。我其实这艘船开得很慢，哎、欸，他在针对我们的引擎跟气球、欸，哎，会玩的，他们真的是会玩的。哦，别再打了，在哪里啊？在后面。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打到他们一分呢？觉得好难啊、喔，越难，对啊。他们飞好高哦。嗯，可能这样比较难瞄啊，因为炮台有它的幅度在啊。对。哦、欸，哎、欸，他是直接斜着飞啊，奇怪。哦。哎、欸，他们真的一直打气球，气球一直爆、欸，哎，升不起来。有，他们也着火，他们也着火了。你别想跑！你他怎么降那么快啊？他怎么降的？他超快的，好扯哦！那台是那个啊，速度型的，那你忘记吗？防御很低的速度型的那台。哦，对，哦，速度型的那个。瞄不到，他们烧起来了，你们可以吗？打！在哪里？转向啊！哎、欸，他快爆，他快爆！我没有炮台可以挡啊！至少拿他一分，至少要拿一分啊！不然我们太菜了吧！至少要拿，一分。哎、欸，又开走了！哎、欸、小，跑掉了，跑掉了！要等一下，我这个越打，我在 reload， 这个 reload 超久。然后我吃酱，然后我吃酱。哎、欸、呦，我快好了！你这样一直敲没有用啦！啊，是不是一直敲、啊？要等那个圈结束，要等7D 结束才能敲下一下。哦，我还以为那个圈子在是正在敲的意思。不是。Reload。哇，他们也在射，我们。等一下。哦，没撞到。哇塞！撞到。我们的盾爆，盾爆，快快快快快消消消！哎呦，很近的。不要再打了。要打就练我四打、啊，真的啊！他的气球缩起来，他缩气球越缩越小了。哎、欸，后面那个哦，后面炮台还好啦。好吧。好。有办法瞄到那一台吗？孩子，他好会转圈哦。
瞄不到，瞄不到。我灭火，灭火，灭火。哇，他那个 CD 有点久。这是近战模式，近战模式，他中那根插我啊！等一下，我控制不了方向，不要啊！不是啊！你要插的，你作废啊！哎呦喂啊！哈基被插爆了。为什么他们船这么硬啊？打不成啊！真的，他们是不是有加血量什么什么那种？这是什么 buff 啊？是浓缩越高等的，但是可能是技能吧，有些技能可以加那个你开船当下的血量之类的。啊，我们最后一条命嘞！有没有想开个船玩玩看啊？啊，我开过，我觉得还好，开过还好啊、哦。有没有想体验的？有没有想体验的？可是我船上进的是一个而已哦。没有，想体验的可以玩玩看。我上一场有体验，测试的时候体验过了。我开船真的很恐怖，开船真的不好控制。啊，完了，防护罩爆！我们离你们好远哦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努力过去中。然后别看我这样，我已经是全速了，这是全速了。全速的前进。炮塔瞄不到下面了。对啊。他们那个好连续性射哦，那个炮，他们在啪啪啪啪啪啪的那一种哎，啊，气球就爆了，升不起来。他们现在离你们超近哎，有啊，他们跑过来了，他们速度也很快，他们后面引擎烧起来了，他又想插我了，你不要想插我，又来，我掉，不给你插，这个变态，哇塞，我的炮台直接坏掉。你这个变态又想插王汤，快来！来！哇，上面都坏掉是不是？哇！有修好了，修不起来，护盾修不起来。啊！有啊，又爆了！太扯了，太扯了吧！啊，我们自己玩，我们自己玩。我们还是自己去玩沙好了。我们不要跟他们玩，他们太强了。强哦！天哪，好扯哎！哎 ，Give up for good. 你居然也五等嘞！他自己怎么还在一等？都他自己一等啊？还是因为都在开船，所以没加到经验啊？不会吧？我之前不会啊，我两等啊。对啊，船长没经验哦，怎么惨？可是杰瑞有啊，他两等啊。他刚刚从头到尾都在开啊，是不是做事的问题啊？也不知道哎，收东西才有经验有没有？我很认真在开，可是他等级可以干嘛？开船没人权，哇，开船没人权。哎，要怎么开那个？我看一下哦。哎，哈基两等了。哎，对，哈基两等了。下面这是什么？观察者哦，观察者。选择观察哦，看一下要怎么调啊？这要怎么调啊？不然我出去再开一次，好。他好卡、哦，应该是这一个吧，就看不懂，他没有中文，所以搞不好有些船长技能可以用。嗯，哦，对啊，看不懂。King of Hill Deathmatch 二打二，哦，应该是这样哦。试试看，二打二，那可以一打一吗？哎，对啊，一打一啊，八七，我按错了。是啊，我按错了。然后等一下要再被虐一次了。没有，一打一应该就是我们互打而已，我们互打。对啊，一打一啊。有了，你进来吧。我们在床上 PK。右键呢？为什么？有了。我的 Steam 好卡哦。我这游戏有一点点卡。他吃的机体是不是很大？不知道，有可能。摄影月。我动不了啊，我现在 Steam 动不了啊，你没办法点你。没有 Steam 有时候它有时候会卡，那个好像不是机体。还是你有办法从选单点到我？
选单吗？嗯，你说直接用选单点你，就是游戏内的，游戏内的。你按那个 PVP， 然后找，看有没有办法找到 PVP。嗯，对，嗯，小 size。你看一个有密码锁起来的，然后已经有一二三四，有六个人的。啊，我选到练习了。真的耶，他旁边写 practice 耶。哦，团团哦，等一下我重开，我重开一下游戏哦。好吧，那我也是去看一下。重开一下。对，可是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会选到练习啊？Practice make perfect、oh, 我看看，这个也太吃资源了吧，按的话就好像没有，应该是没机会了，都两年前了。哎，可以自己换哦，换什么啊？好哦，什么意思？嘿嘿，他为什么没有一打一啊？不能一打一吗？可以、哦哦、应该是没有没有，那不然就是我们下面两个就不用理他，应该就没有了吧。他对我哦，你开了吗？开了的人这个游戏数字还不错玩的、啊、就是人多真的很好。没有没有，下面两个就不要理他，下面两个、啊、就是就杰瑞要就跑到蓝色那边就好。对对对对，杰瑞现在那台叫做金鱼。对啊，然后繁星到杰瑞那边，繁星船长可以换吗？你就顶下面啊，就顶下面啊。还缺一个，我等一下。我说开炮。假的，他的子弹到底有什么差别啊？等一下，等，我换一个子弹、嗯。好了，我好了。来吧 ，N3 号对上金鱼号。欸、真的，Goldfish。又变 Squirp， 看杰瑞有没有按开始吧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就是下面这个就比较麻烦、欸。这两台是一模一样的，不行，欸、没办法哎、欸，还是要有人下去开船，我下去开船。这样，那、啊、这样我你够没有炮手啊？还是没有没有，这边是全部是 AI 电脑啊。哦，全部 AI 哦。等一下，哦，这样也可以啦。那那二啊？对啊对啊，我下去，好，这样好不好？嗯，然后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杰、瑞那边有人要下去啊？哎、欸，是谁？我设密码、啊，是谁？我是谁啊？我设密码，我怎么跑进来了？那就是观众喽。好哟、哦，自首、哦，谁自首？是谁？请自首。出去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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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滚哦！哎、欸，凶太凶了吧？不然等一下我们要锁起来了哦。我们一直都锁了，只是他们知道密码。只是密码，我们直接打出来而已。对啊，我密码直接打出来啊。哪一个？那我们就等一下自己试一下打密码喽。嗯。哎、欸，其实那不如繁星，你直接从那一队移开来。你说像这样子吗？哎、欸。然后快点按开始。按开始。他这样很强哎、欸，他那边有一个船长、啊。三个电脑哎、欸。他那边有船长不行、啊。哦，对啊。他们有船长就不行。哦、oh, ，对耶，那我们只好跳出去咯。嗯，好吧，出去了。好吧，那密码我顺便再看有没有办法那个啦，真的弄那个密码打在 DC 吧。嗯，有画面了。等一下，姐，哎，我按错了，按错 ，cancel。得了，重点是我不知道这游戏的画面是哪一个。啊？屏幕不就游戏截取之类的吗？对啊，我现在一大堆游戏，二十几个游戏，我不知道是哪个游戏截取到刚好是这个。你也开太多个了吧？没有，我就只有一个而已。那其他的呢？
就我看一下哦，泰拉瑞亚嘛，然后软糖啊 ，Chicky Tower 啊 ，Monster Hunter 啊，农场啊，桃玉啊，新路谷啊，女巫啊，巨魔德啊，大乱斗啊，狼人杀啊，比埃尔啊，也太多东西了吧？同一个哈、哦，只是不知道哪个是截取到这个的、啊。开了吗？啊、哦，金羊，我在看，哎、欸，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只能选二打，就是一定要四艘船哎、欸。羊帮我遮一下哦。那我们就只能等一下分开咯没问题没问题，我跟 NPC 好 DC 在哪里 ？DC 在这里，记得遮画面哦。DC 有我遮画面了，这里好超复杂的哦，我跟你们讲，复杂的爆炸，好长。他是在哪里啊？干嘛啦？你是放哪 ？General 啊？啊对 ，General， 他自己贴的那个。长到爆炸，太长了啦！这几码也太长了吧！超级长的啊，当然、哦、当然是要长一点啊、哦！你以为多了一个八七就没人会加入吗？不要讲出来啊！哎呀，你讲出来了啦！这还是两队两队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就是二打二啊，就只能这样了。嗯。我觉得那个 NC 船会吵架，NC 船会吵架，笑死！占我们两个船长哎、欸，不行啊，有个你们俩。